我现在才发现，原来不同的木材可以做成。哎，小雨来了，小雨来了。啊，怎么了？爱来。你先，你先好。哎。但是我放了一直笑。有人在草地上走路。好像看到了。哦。你要走路还没有开始就是晚上了吗？证明点名，点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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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五百经验值哎，好多哦！点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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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到了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有了，四十九等，哦，不错，不错，哇哦！哎，所以现在有人三十等了吗？二十一，二十一，嗯，不然经验瓶先给那个，对啊，先给笨鸡二八吗？我二八，那你要不要换到三十，然后先付一些稿子，让我们去偷？小雨来喽！好、啊，我试试看哦。那允月，你附魔台要放哪？你们放，你们放。我只是我放顾家，你看哪个位置你们比较方便？有人有食物或是金锭吗？我放铁矿坑那边好了。等啊，食物我这边有莲花。过来铁矿这边。你在哪里？在家里面。天眼冰。又天眼哦，没关系。晚上的时候天眼了。来，往这边发光啊！天眼放老师过来叫我。小雨哦，小雨哦。小雨在这哦。哇！干什么东西？好，我现在中毒更痛了，跟你讲。好吧。好，你先天眼的 ，OK OK。对。哈哈哈！这刚刚是在祈求吗？天哪，请给我牛排吧。嗯。小心哦，他一起必杀、嗯。没事没事。好吧，既然都发光，只好硬干进去了、啊。哎呦哎呦，羞巴巴的！我要去干人的。哇哦，你这样想没问题吗？那个字其实有很多种意思，你不要想成那种意思。哦，干大事，干大事。啊，对，干大事也是这个意思嘛。对，书柜放了叫我。好。书柜放了叫，是吧？赋予啊。哦。哎，我没有青金石哦。青金石我有，我等一下再去挖。这个毒好讨厌啊。那什么？那什么？青金石我这里还有，这里。哦、oh. ，那个有要红石吗？红石我这上有，在那个、哦、在铁矿坑。山坡，铁矿坑。右边发光。右边山坡哦，先去打右边山坡的。好，应该是巧克力吧？那个笨鸡先去付吧，先去付。好，我先付雨啊。嗯，不然我怕你死掉，你的经验值会不见。中间他们的人，小心。嗯，来喽来喽，他进来喽。罪恶值减少，其实还好。太好了，富裕好啊。好。那这个还是得先收着。你付了什么？然后先给稿子可以偷。嗯。丢了前面。好，感谢。什么成就？好，对、啊。零秒复活哦。哦，零秒复活，因为刚刚点罪恶值。可恶！发光是五分钟，也是三百秒嘛。知道哎、欸。对。我是永远啦。三百秒。想一下我设定的。一堆人来了。第四阶段，嗯，死亡开始扣生命值喽，嗯，哇，后面，微尴尬，杰克好，杰克，杰克，你不敢打他吗？砍他，死了，还有想挖一次，想挖，啊，这里好可怕，这个路怎么了？死了，因为刚刚打死人，然后有黑黑的。哦、什么都看不到、这个门是怎么回事啊？门这个门也太好笑了吧？哪个门？你说这个门吗？你前面呢、啊？我们的家里怎么被突然、防弓箭啊？这防弓箭啊？蛮猛的、欸我站在这边就不会被弓箭射到了。嗯，迷宫之家呀，真的啊！刚刚差点把我的萝卜吃掉、欸，哎，吓死我了！感觉他们的绿宝石、黄金矿工很安逸。把他们这个陷阱踩一踩。
这好麻烦哦，想一下怎么打比较好。要不要挖钻石啊？去挖钻石吗？好，有没有人要见识啊？我这里有很多红石，要不要去换？这里有很多红石，有没有人要去换弓之类的、啊？我挖钻石，晚点刺客不能拿弓。来了来了！哇、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刚残血啊！我对你刚刚，泱泱子，谁利用？我在中间。小心哦！多吸一血，死掉扣三等而已。死掉扣三等，哇！哦，剩我一个，我走了，拜拜。你是全喷吗？ Yeah, 谢谢你。对啊，我刚刚是全喷哦，我记得今天只是全喷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还是随机啊？你的设定是扣三等而已啊。嗯，可是我怎么死都全喷呢、欸？我刚刚二十几等直接不见。我也是。好，我到时候再看看。这个版本是哈扣版本。哈扣，哈扣是什么？哦，应该是困难啊。有问题啊，知道、啊。对面来，对面来了。Hello， 有来了，有来了。啊！哎，师傅啊。对。哇，我还差一等，我可以附魔了。你不要跟他打吧，你先退吧。哦、我可以附魔了。他记那个，你先附吧。嗯。中午，他记中午喽。Yeah. 中午你是嘿，哎，团团，嗨，我弄好了，等下你隐身到了跟我说。有在好叠东西吗？我在挖东西。欸、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哦、有，我拿喽，我拿喽。好，该不会是你说头上那个桥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我可以刚刚就是吸引到三个注意，然后你不要跟我下来，你从旁边绕过去。我先从旁，我准备从旁边，是不是？对，好，发光不见喽，发光不见喽。对对对，好，我绕旁边，怎么那么容易肚子饿啊？哇，他那防具好扯哦，谁都砍下去只有扣一颗星哎、欸，哇，他们的附魔都已经弄起来了，没办法了，嗯，没话都不行，我还是要引擎过去那个，这不能，哎、欸，引擎药水被人家喝掉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有了吗？啊、完蛋了，完蛋了，要死了！哇哇，死掉了！巧克力，东西有喷多少？重要都没喷到，重要没喷到，那还好了。那等级还在吗？对，等级应该是全不见了，全部没了，等级一定是全部都不见的。嗯，这个版本比较 hardcore 一点。嗯 ，hardcore， 到时候再看。哎、欸，哇，果然。他们马上天眼，卢米专门在放天眼的，因为他就是绿，他应该是绿宝石工吧？应该是吧、啊？嗯，好吧，那我只好去打卢米了。嗨，想打我吗？嗨，过来跟我玩，来来来，来这里啊，下去，拜拜，巧克力，你把他打去哪？他掉到虚空了。哇哦，拜，掉到世界外。嘿，我靠，根本进不去啊！我跟你讲，守护者残血打更痛。对啊，而且他也全套附魔装啊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有竹鼠肉啊？我忘记啊。在车架商人更新的是不是？对对对对。哎、欸，20个金可以换60个经验品。你说竹鼠肉吗？经验品啊。好。竹鼠肉，进来看嘛，你金还在。我要来看，这我做的，我当然知道里面有什么。不是啦，我说分机要不要来看看啦？哦，不用不用，我先挖矿。百万吨全击退，退，击退有什么什么 level 1.30 level 一，看不懂啦，因为就是超越限制，超越，再超越。还有 TNT， 一攻击速度，一攻击伤害。哎、欸，我杰克来了，拜拜，再见 ，See you。TNT 多少钱啊？20金吗？好像不是金，我记得是绿宝石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我都忘记我改多少了。作者20金，那这也改很久了。20金。啊，家里有的买吗？没有吧？没有。Oh, 有啊，这里哎，没有，绿宝石，绿宝石，十绿宝石在这里，特殊道具收藏家。啊，所以刚刚是那个，我要死了，你要死了，我弓箭射他，怼他，射他，怼死他，怼他，
吓死我了，半条命都没了，我的妈！呵，哎，我们是不是没有游侠？现在才想到，对我们没有。对，呵呵，难怪元气。看我一手拿斧，一手拿镐，帅气，帅气，好，很帅气，哇哇哇，帅气。不行啊，好痛哦！打不死他太强了，装备太强了，我们只能绕绕开来。对啊，哇，没人弄这样子，要偷就要一次三四个一起偷这样子，三四个一起进去了，走，弄他们个措手不及。吧，我跟你们说，扯开，不然等一下就是你们一人一艘船从上面空降下去。天桥已经完成了。哎、欸欸，我觉得这个还蛮有创意的，我要来玩。我要玩，我要玩。等一下铁哦、哎，等一下铁，我放在箱子。哎、你是不是一直偷偷抽奖？没有，我是要换食物，快二十了耶！啊，你弓箭手？厉害呀！哎啊，干嘛？我在玩电灯啊，换电灯。他们已经来了，熊爸爸在门口，在门口。爸，两个弓箭手。嗯、四个人，四个人，对，四个人，他们大举入侵了啦，所以家里剩一个人，剩杰瑞，杰瑞顾家，嗯，哎、欸，不对，还有一个人是谁？酱油跟露米都，酱油跟露米啊，嗯，我就是一直死，一直死就对了，小心，这个天桥有够高的、欸，就是让他们叠不到啊，对啊，人垂直叠啊，百战百胜。八旗猪队友，这个好高哦！你要对一下哦。快死了！一开始会降在那个，哇，没事没事。你要降在热气球上吗？一开始会降在热气球上。那、嗯啊、你要下去吗？等一下哦，从这边降落其实比较安全啊。从我这里哪里？好好。他放那个，我真的四个变废物哎、欸。哦，天眼哦，我们也用天眼了。他放什么东西？那、啊、你先吧，你先下去。这个真的是，怎么了？我也太高了，这好高哦！你们好高哦！啊，好想看哦！没有，好好玩哦！这个来到有人来家里面了，有人来家里面了，家里三个，家里三个，他们家里三个，对，这时候就人家 TNT 啊，就很爽啊。对啊，断掉，哈基，他在看我，他们在看我，他们在看我们，我没稿子，哦，可恶，断线了，谁断线了？我断了，边机挖掉了，哎呦吓死我，听也没了，没事，他们听也没了。好好玩哦，这个空降，太开心了吧！欸、有两颗钻石了。闪兵，我就玩闪兵空降。饿哦，闪兵空降，闪兵，他们又来了。兵，我的胡萝卜不见了，你的胡萝卜被盖掉了。胡萝卜，不、哦，这换面包了。猪队友，我猪队友掉到地洞里面去了。不要动，等一下，猪队友给你坐船，你不要。喂，猪队友会跳两格哦，这么强。好，猪队友下去了。他应该造不成伤害才对，只是会反。没有，我贴。哦，核心破坏装备喽，真的要注意哦。好，你可以隐形过去了。哈基，叫你的小孩安分一点。哎呦，小孩乖，再吵我把你卖掉。小好凶哎、欸，这么打人哎、欸，小屁孩好不好？超没礼貌的，我被搞成怕哎、欸。哎呦，把他 kick 干嘛了？这个说法是很特殊。我要带来一次隐形吗？啊不是隐形，那个闪兵空降。闪兵，我觉得空降可以来一个，然后搭配一下。绝对要被我搞死啊！为什么？不知道哎、欸。那是挖我们的矿。家里有两个、哦。小心一点哦。哦，好多东西哦，绿宝石哎、欸。
哦，你在偷他们家东西哦？不是，是杰克带过来的。他死掉了。杰克是间谍吗？间谍模式啊！哇，天啊！原来是间谍模式，是不是啊？杰克间谍，他送了两个铁，四个金，一个绿宝石。哇，我们知道间谍是谁了，知道了，知道，知道，知道了。哎、欸，有闪兵可以帮忙吸引注意力吗？我来了，等一下，等我。好，等你，因为他们现在家里还蛮多人的。